可以啊，都可以。好运。不好意思，那我就开始了。那我今天我跟我的 partner LC 要 share 的题目叫，就是在 Android 系统上面实做一个 LED light bar 的 solution。所以顾名思义，今天的内容会比较广一些，因为牵扯到整个 Android 的系统。我们会从底层开始往上 porting 到做一些 library 出来，让 app 可以控制。OK， 这字比较糊一点，我会尽量讲清楚。我们会分成两个 part， 第一个就是系统的层面，会是我来 present， 然后就是由我刚刚讲的，因为原生的 Android 系统是不支援一些特殊的界面，那我们要自己去实做一些 API 给 App 的开发者去使用，那我们这边采用 JNI 的 function 去实做。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比较偏 APK 的部分，去设计一个APK， 然后由我提供的这个 JNI library， 然后 po 上去之后，写成一个 demo 的 app， 然后会遇到哪些系统上的问题会 share 出来。OK， 那直接先进 part one， 因为东西比较多，我会尽量讲快一点。会一开始先自我简介一下，然后做这个 slide 的动机，然后系统架构，就是 LSP 这个 Android source code 本身底层的 driver 要去做哪些调整，就会做一些 library 的 porting。最后当然是重头戏是 JNI 的 API 的实作，所以有些 summary。那我叫 Wig， 我现在在 IEI 工作，我属性比较偏系统的移植，还有driver 的 porting， 所以比较偏 Android 的 BSP 或 Embedded Linux。那大家可以想象说，我们在不管在写 App 啊，或是开发 Android 的系统，那我们比较传统会遇到的 Android 装置就不外乎就是手机啊或平板，或者是近几年比较常看到就是智慧手表，还有一些车机应用。但实际上我们常在遇到的案子 ，Android 用的 project 更是比较广泛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周遭，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例如说公车系统，实际在用的公车系统，或者是点餐机啊、跑步机、拉霸机，甚至是机场车站的迎宾系统，里面都是 Android 的 OS。对，那今天要讲的 case 就比较有趣一点，所以就把它分享出来。对，那就是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它是用在一个医院，那就是他们希望在病床这边有个示意图啊，病床上面有一个 panel PC， 那 panel PC 其实就是平板电脑的意思，只是它没有电池，是要直接插 adapter 的。那他们希望有一台 panel PC 是搭载 Android 的系统，然后可能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两个亮亮的，比较不明显。他们希望有个 light bar 去侦测说病人的状态，例如说血氧值过低啊，或者是身体不太舒服，甚至是机器可能有问题，会亮一些什么灯出来，去知道现在的状况是怎样，可以直接护士啊或医生用看的就知道。对 ，OK， 那这个是规格啦，对吧、啊？就比较快速扫一下，需求客户的需求是什么？对，那。我们用横轴来看啊，先看第一个就是 system status， 那就是大家这个 Android 系统的开机状态。第一个就是在 power on 的时候，就一样就是保持开机状态。那 app 就是因为客户希望我们提供 JNI 的 API 给他们开发自己的 app， 但在这个前提，他希望我们也会提供一个 demo 的 app， 所以我们在这 demo app 也会定义一些状态出来给他们参考。对，那。开 app 的时候，当然还是保持开机状态嘛，系统不会变。那再来就是进 sleep mode，sleep mode 就是像我们手机按一下进待机，那就是进 sleep 模式。那 power off 就是关机状态，那当然系统就关机啦。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它会把 LED light bar 拆分成 power LED 跟 user LED， 那比较抽象了，所以我就把它列成下面这几张图。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绿色的部分，绿色虚线以上的就是 user LED， 就是user 可以直接控制的。那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像一个蓝的、啊、或红的，那个就是 power LED， 是给系统控制的，不是 user 控制的。那有定一些状态说，那 power LED 的时候，最右边那两张图，在开机跟开 app 的时候，其实 power 灯都不会亮，只有进 suspend 的时候啊，就是 sleep mode， 它会
会亮会闪烁蓝灯，这边 default 写 blue 代表有需求是要更改颜色的，对啊，只是预设是亮闪蓝灯，那关机的时候会亮红灯，对，那也是 default 是亮红灯，那你可以去设定亮或是暗。那 user LED 又比较单纯啦、啊、就是你可以上面那个灯条你去可以做控制它的亮度或颜色，那你可以设定你是要呼吸灯或者是一些微浮动一些特效，那你也可以去对那个 sleep 或者是 power off 的灯号或状态去做设定。 OK， 那把它拆解出来看，其实那两个灯条没有那么复杂，它是就两串 LED 灯而已，对，那我把它框起来，就是上面的它是一组是两颗 LED 灯，所以其实两边是各五组。那前四组是 user LED， 最下面红色那个是 power LED。那我们采用的平台是那个恩智浦的 IS8NN。那我们支援给客户的 OS 已经是可以到 Android 12跟 Android 13 API 都可以，他们给它串起来。嗯，不好意思。OK， 那就讲解一下系统架构，因为比较多啦，而且这其实从 How 跟硬体也有一些关系，硬体设计也要配合软体的一些规格，对，所以就要一个一个往上串。那 U-boot 就是在整个都是在 LSP 里面啦的 source code， U-boot 就是 bootloader， 我们要做一些对开机参数的修正，然后再来就是 kernel 的部分，那 kernel 我们要去开 driver 啊，去加到 device 去把这个功能 enable 起来，那最后在 Android runtime 这边我们要 pull 一些 library。那 po 完之后要 check 那个 LED 的 node 有没有长出来，长出来之后我们才可以设计那个 JNI 的 layer。 那绿色的部分就是 part 2， 我的 partner LC 他会讲解，那我先讲解非绿色的部分，我们先从 kernel 开始，这比较偏硬体而且很底层，那我讲快一点，对，其实那个灯条啊，它里面的 chip 是用 TI 的一个 LED 的驱动 IC 啦，那我简介一下它的规格，因为这跟我们的操作是有关系的。那它有16个 channel， 那16个 channel 代表它可以接16个 LED 灯，我右上角会有把它框起来，对，那它是走 S2C 的 bus， 那 S2C bus 我也科普一下它的作用，它其实就是两条讯号从 master 跟 CPU 端，然后拉两根线去控制staff 的 chip 里面的暂存器状态，去控制它的 behavior、啊、例如说我可能这一个驱动 IC 是在 staff 2， 那我就可以下一些指令改变它的灯号或亮度，对，那再来就是 driver 的部分， driver 我们是采用那个 upstream 的 driver， 也就是 Linux kernel mainline， 那其实 mainline 的 driver 直接可以用，它也是 open source，那直接把它 enable 就可以了。那 enable 之后完要加到 device tree， 那我等一下会讲。那再来就是要改 driver， 因为我们有一些客户的特殊需求嘛，这也是稍后讲。右边的部分是我们要怎么开 driver， 那这我把它列两个大项，一个是一般的 diff config， 那第二个是我们可能 Android 11之后，大家如果开发的 Android 版本比较新会遇到的，就 Google 制定的 Google kernel image 叫 GKI 的GKI kernel， 那它里面有自己的 diff config， 那也提供一下路径啦，其实就不外乎在那个 arch on 64 configs 底下，那记得那个里面的那个，因为我这个有把型号列出来，那就找到你对应的型号，那记得要把它 build 成 kernel module 就可以，因为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范例，但我觉得这可以套用在任何你遇到的特殊的装置或 device， 要 porting 在 Android OS 之上，其实都可以套用一样的模式。OK， 那再来就是 device tree 的部分， device tree 其实就是修改它的硬体描述档，这个也是长在 kernel 里面哦。那你就是把 light bar 的那个描述写出来，那第一个就是 I2C 的 address 最上面的。对，那这大家可以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你控制 S2C 的 slav 一定要知道 slav 的 address， 然后再来就是去 compatible 那边去指定你跟 driver， 刚刚我们 driver 把它 enable 起来了，那你去指看 compatible 有没有一致，有的话你在开机的时候它才会吃到那个 driver， 你就可以 initial 了。对，然后再来就是从 out 0开始，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它支援16个
channel 嘛，16个 LED， 那从0开始加到14，那我从0开始右边有写说我第0个是红灯 red， 然后00，然后这样以此类推做 RGB， 那这样可能大家有点疑惑，怎么知道第一个是红灯，然后第二个是 RGB 这样子，对吧？那其实这个就跟硬体设计有关哦，在开发之前要先跟硬体设计师沟通清楚，那就是我们虽然有16个 channel， 但其实我们只用到15个，对，再往前面看，对，我们5组嘛，那硬体它的设计架构就是它选了一个很特别的 LED 灯，它是可以混色的，那一次可以接 RGB 3种进去，所以一组 LED 灯就是接3个 out 进去，对，那这样你就可以假设说我 RGB R255 G0，然后 B 也是0，那这样打出来就是红色。那如果三个都是255的话，打出来混色就是白色啦。那这样可以做成多种颜色的效果。OK， 那最下面会有一个字很小 ，Sys Bus I2C 那个就是我们在如果接USB OTG 线在装置上面，像手机也可以啦，你用 ADB Shell 进去，你可以在这个路径看到这个 Brightness 这个 device node， 那就是你可以直接去对着这个 node 去控制亮度还有颜色。那其实到这边第一阶段就算大功告成了，因为你可以直接用指令去从系统去直接控制硬体的状态了。OK， 那为什么要改 driver 呢？啊 ，driver 路径我也是把它列出来。改 driver 是因为客户的需求，他在进睡眠模式的时候，他要闪蓝灯嘛。那闪蓝灯就要加跟 Power Manager 相关的callback API， 所以我把它出题字有列出来。那这边内容我就不多说，因为蛮复杂的，对，比较偏暂存器控制。那再来就是 shutdown 就是因为我们关机要亮红灯嘛，所以 shutdown 这边也要定义出来 ，shutdown 要做什么行为，然后去注册给 driver， 让 driver 在关机的时候去读到这个 shutdown， 然后去做我想做的事，就是把红灯打开。for 那个 Power LED 灯 ，OK， 那最痛苦的底层已经弄完了，那我们就来弄那 Library 的 Porting。那我们这边选择了 libreboot env。那我等一下会说这个工具是要为什么要拿来采用这个工具来用在 Android。那其实这个东西是比较新的一个 tool， 在2021年 Dance 就是 uboot 的那个做 uboot 的 community 啦。那它的 feature 是主要是用在 Linux OS 的，就是可以在 Rufus System 在 runtime 的时候可以去控制开机参数。我们一般开机参数都只能在 Bootloader 那边去设定，但这个工具是可以在你系统运行的时候去随意的去修改，但修改完就是要重开机才会生效了。那我觉得很适合用在我们这个 suspend 啊，还有 power off 的时候的状态的调整。那我们就要移到 LSP， 那移到 LSP， 当然因为它原本是 for Linux 的，所以我们要自己写一个那个 makefile， 就是 android.bp。那因为我们是 Android 12以上啦，如果是比较早期 Android 8以前的，就是 android.nk。对，那我就以 android.bp 当例子。那 build 完之后出来会有几个 output file 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个是 library。然后再来有两个 command， 就是 utility 是我们等一下最需要用到的指令。那最后有一个 config， 那 config 的用途就是说，我们开机参数其实是存在像我这个装置是存在 ENC 啊，手机应该都是对吧、啊？那 ENC 它会有一个空间，还有一个位置是存取开机参数的地方。那我们就是把它定义在这 config 里面。就是 ENC 的路径，然后 ENC 的要存取的 address， 再来是它的 size。那可能大家会有疑问说，那这个我不知道 address 在哪，我也不知道 size 在哪，我要怎么定？那其实你可以去 LSP 的 uboot 的资料夹，然后选取你要开发的平台或者是专案。那里面其实就有定义，它的 div config 里面，像我这边的范例就有写了，这个已经就有定义好了，因为这是给 uboot 用的嘛。那我们其实跟 uboot 要共用同一个空间，才可以去修改它的开机参数，对吧？那就是把这边搬过来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读到了。OK， 那其实这样就完成了
七八成了，就可以开始设计 JNI 的 API。那 JNI 当然是用那个 C++ 去实作，那因为实作有一个连，我最后那个 slide 会 open 出来了，那有兴趣可以直接点进去看那个 CPP 里面的内容。那其实就是设计这些 API。那 API 的定义是，其实是客户的需求，那我们就把它定义清楚。字有点小，我用讲的好了。第一个就是去 set， 就是设定那个 user LED 的灯号跟亮度。对，就是你可以去设定说，我要，因为我们两个灯条嘛，那你要设定，假设第一个灯条的第二个 LED 设定成红色，例如说为三个参数这样子，那就丢进去。然后再来就是清除所有的 user LED 的状态，然后再来是有一些特殊的模式是客户的需求，例如说呼吸灯，还有那个 wave 灯。然后后面三个比较麻烦的就是那个我们做那么多事就是为了它 power LED 的状态。第一个就是设定 suspend 的颜色，然后第二个是 power off 的红灯要不要亮，第三个是确认我的设定有没有成功。对，那这三个这些 API 定义好了，我当然我要在我本机端先测试一下，我才可以给 App 开发的同仁使用。那就用 CMake 去 configuration， 这 Part 2会讲的比较清楚。那其实串上去之后，你可以用 Java Base 或者是 Kotlin Base 去做这些 API 的 redefinition 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流程就是从 CPP include 到 Android Studio 的 project 之后，你可以自己再用 JNI Mesh 去定义 API。你不定义也可以啦，就是也直接写在 main activity 也可以。那重点就是要红色那个字很小，我直接用念的，就是 system node library， 就是把这个 lib.cpp 它 build 在 Android Studio build 出来变成 lib.so， 然后把它 load 进来，它就可以，你就可以修改它的 API， 成你要 Java 用的或 Kotlin 用的。OK， 那因为 JNI source code 很多，我直接讲流程会比较快，对。那 我是拆两部分，第一个讲 user LED 的控制。那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 kernel pull 完了，路径就有出来。那后面就是针对路径去做修正而已。那例如说初体字那个是第一个灯条或第二个灯条，然后第二个是颜色，第三个是那个第几个 LED 灯，然后亮度是多少，其实就针对这几个。device node 去做控制就好，所以在 JNI 就是做 open、read、write， 然后做完之后 close 就解决了，对吧？那如果是特殊，例如说呼吸灯啊或 wave 灯，那其实就是一样做重复的动作，只是你可能导入一些数学式啊、演算法去做一些比较 fancy 的动作而已。对，那比较麻烦是 power LED 灯，那就是这边是导入 C 语言的一个 API 叫 popen， 它是可以在C 的 API 直接去做 system command 的一个工具。对，那我们因为刚刚有 PO lib uboot env 嘛，一个就是去可以去读开机参数，一个去修改设定参数，那就是看你要做哪件事去 call 指令，然后再 close 掉就可以了。那下面是那个开机参数的我们要改的参数内容的名字，例如说那个如果是你要改suspend color， 那就是 leds.suspend color， 然后改成你要的颜色，改完之后重开机它就会生效了。然后自愿的颜色有七种，然后再来是 power off 的状态，你要 on 或 off。 OK， 那我们 summarize 一下全部的流程，这流程就会比较清楚了。那其实从一开始开机到从 uboot 到 uboot 它会去读开机参数，我们最需要的两个参数，一个是 suspend color， 一个是 power off the state。 那假设预设是 blue 或是 on， 下来进 kernel driver 会读到哦，我要 blue 跟 on， 然后它就会吃进去 initial 起来就会是你要的状态。那就是看说你在 Android runtime 这边啊，假设你只是要控制那个灯号的颜色跟亮度，那其实就看 node 有出来 JNI 直接去 call 就可以了。那最麻烦就是Power off 跟 suspend 嘛，那你在 call 这两个 API 的时候，它就经由 lib uboot env 往上绿色的箭头那一条路串回去那个 uboot env 去修改那个开机的参数。假设我下次我要开机之后我要变成 suspend 闪烁绿灯好了，
那你就是从绿线这边串成，让它变成等于 green， 然后你再重开机，红色这一条重开机，它读下来之后，它就会自己变 green， 这样可以顺便做到有记忆性的效果。那不会说把这个 app 让 app 开发的工程师觉得比较麻烦这样子。OK， 那我 part one 的部分就这样，那就换 part two 那个 LC 的部分来讲解一下，谢谢。大家好，我是 LC， 那接下来就是由我来继续往后讲解这些 API。跟 JNI 是要怎么串到 App 部分，以及把一个 App Demo 做出来。那我跟威格一样，目前是在 IEI 当做一个 Android Software 的 Engineer。那这是这个 App 的一个架构，那主要分三个部分，就是有分一个 UI 部分、JNI 的部分以及 Build Setting 的这三个部分。那接下来会针对这三个部分做各自的讲解。那右边的部分是我们这个 demo 的 app 的一个简单的画面。那我们其实是串了一个四个 fragment 来去实作这四个功能。这四个功能分别是 user control， 就是我们可以指定哪一个 light bar 以及哪一个 light LED 的number 来去做 RGB 的控制。对，那第二个部分 user feature 是前面 Wig 有提到的，就是 Bracing 跟那个 Wave 这种 feature 的控制，然后最后两个就是 Suspend 跟 Powerful 的灯量的控制这样子。那第二个部分 ，JNI 部分，前面 Wig 有提到，那这里再重复讲一次，就是我们会在 Java 部分去生成 load 一个 library， 然后就 load 这个 light bar test 的 library， 就是前面提到那个 JNI 的 CPP， 然后接着去把这些 JNI 的 native 的 function 来去做个实作这样子。就如红色框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会创一个 service 来去实作这个 brave 跟 wave 的功能。那右上角就是 brave 跟 wave 实际上的灯号显示的状况。对，那创这个 service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 app 可能 不一定是在前景，那可能还在背景，那这时候App 可能会进入一个 pause 的状态，那我们希望这些灯号能够继续运作，所以我们创一个 service 来去让这个灯号能够继续的显示这样子。对，那接下来是 JNI 这个 CMake 的部分，那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把那个 Light Bar 的 CPP include 进来之后，我们要去做 CMake 的一些调整，来让 Light Bar 的这个 library 能够顺利的产生，以顺利让我们的这个 APP 能够去使用。对，然后 Light Bar 的那个 library 的名，主要是 红色框框的部分，我们需要把它的名称 CPP 跟 Light Bar 名称去做一个正确的修改，来去我们可以顺利的去使用。然后接下来就是去使用这个 Light Bar CPP， 就是前面 Wig 有提到的这个 Light Bar CPP， 我们就把它引用进来。然后比较需要注意的是这个function 名称，就是由 package name、 Java file name、 function name 去做组成的。它如果 file 的名，就是这个function名称如果不对的话， Java 那一层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去呼叫它。最后是 build gradle 的部分，就是 build setting 的部分，主要是有分成 external native build 跟那个的部分，就是需要去做一些
写法，就是我们是在 on 的系统上去做开发的，所以在 CMake 的 API filter 的部分，我会把 on 相关的 keyword 然后填入进去。那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有两个功能是要在 suspend 跟 power up 的时候需要去做灯量的改变，然后灯也有支援七种不同颜色的灯号。那这是我们简单的那个demo 的画面，可以去选择不同的颜色，然后去做 save 之后重新开机，就能去做生效。但我们在开发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 LSP 的 SE Linux 会去做一些规则上的限制，所以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克服它们，去解决它才能顺利的生效。那接着简单讲一下 SE Linux 是在做什么，以及我们做哪些事情来让功能能够顺利的进行。那在 Linux 上面，其实我们可以利用DashL 或 DashLS 来去让来去观察到，比如说可以如画面上显示的这一行，就是它会分成第一个可能是 Director 或是 File 的 Keyword， 然后 Owner， 然后 Owner 的权限又分成 Read、Write、Execution。就是读写可以执行，然后它就又分成三个 part， owner group or others， 然后 UID GID 这样子。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Linux 系统的一个权限的显示。那 SE Linux 这个限制，应该说这个规则其实是建立在一个 LSN model 底下。当我们一般user 的 app 在执行的时候，如果它有牵涉到一些 system code， 它的流程大概是会长如附图这样子，就是一个 system user space 的 app 去 call 一个 system code， 然后这时候已经进入到 kernel space， 然后它会去做个 DAC 的 check。 所谓 DAC check 就是前一张这个权限的控制，就如果你没有这个权限，你就无法对这个档案做可能做读做写或执行的动作。然后检查如果过后之后，就会多一个 LSN 的检查，就是我们会多一些规则来去让它更严谨的去避防 user space 的 app 去做更进一步的控制。不然大家如果都有 root， 比如说大家都会想要去拥有 root 权限来去做一些事情，那只要有 root 权限的 app 或是有 root 权限的 process， 那它的权限就很大，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阻挡这些 application 的执行。那最后其实就是做一些 rule 来去归档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如何去检查，去看这些规则或去使用？那我们可以先下这个 ls-l D， 主要是这个大力，或是 PS 减 L 力这个大力，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段，它这一就是一个 SE Linux 的一个规则的一个 pattern。那第一个是 SE Linux user 小 u， 那目前的话就都是小 u， 如果看到的话都是小。第二个是 raw， 就是这个 process 或这个 file。目前担任什么角色？第三个是 domain， 这个 process 或这个 file 是属于哪个 domain？ 然后 multi-level security 这样子，主要分四个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在 LSP 的 SE Linux 上做一些规则，来让我们的 process 能够或是 app 能够去允许去做一些操作。它一样是分四个 part， 第一个是 rule。就是允许 allow 或 disallow 去做操控，然后再是 source， 就是允许哪一个 domain 去对 target type， 来另外一个 domain 去做哪些事情，
那哪些事情的权限在最后面一段 permission 的部分。那我们遇到问题主要就是说，我们 LINE 吧 app 其实会去前面有提 Wig 有提到，就是会去用那个 library 去做操作，然后这个 library 最后去对 ENC 的 blocker device 去做控制。那它下面的 domain 分别是 system app vendor file 跟 block device file 这三个 domain。 那一开始我们尝试的去在 LSP 的 source code 里面去加一些规则，试看能不能去使用，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即使我们加这些规则，它也是没有法去使用。那是因为 LSP 它原生就有制定一些它自己的硬规则，就是不能打破，不然你会连 compile 都 compile 不过，就连 build 都 build 不过。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加这些规则，但其实还是 build 不过。那最后我们就是做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只对 system app 这个 domain 去。就是去取消它的那个 SE Linux 的权限这样子，然后来让这个功能能够顺利的进行。那当然这个也是有风险，那风险就是可能会让我们 CTS 或 VTS 的 case 会 fail。 对，那最后总结一下目前就是我所报告的部分，那主要有分三个，就是我们如何把一个 APP 的 UI去呈现出来，这应该怎么串，以及如何去解决一个 SE Linux 的 issue。 那最后的部分，这里就是我们有 release， 就是 demo 的这个 demo 的 app 以及那个 JNI 的这个文件，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可以自己去下载来使用。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哦，那请问大家有问题吗？有人要提问吗？还是说肚子饿？对，好，那哎、欸，有这里有问题。我只是刚好看到，好奇说为什么那个 GitHub 是放在 QNAP 的下面？你们是跟他合作吗？还是？哦，就 QNAP 哦，不好意思，谢谢谢谢。对，好，还有人不知道他们是 QNAP 吗？对 ，OK， 对 ，OK。好，那就再次掌声谢谢魏哥他们。OK， 好，那就午休，下午应该是1:30开始，对 ，OK。